等一下，还没收拾行李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那个 Park and Ride 的停车场，特别赶。我们在家里真的收拾到最后一刻，不得不还是把我的工作电脑带上了。哎，这个人现在非常喜欢他的包包。转过来让我们看一下那 Peak Design 新买的包，有装了无人机，一个电脑 ，Osmo Pocket、Osmo Action， 哦，还有我的 Sony 相机。机场人不是很多，但是比想象中的人要多一些。好像安检没有人排队。走啦！我的电脑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我，我们现在谁可以见谁见。到啦，下飞机前记得准备好你的疫苗绿码，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官网上可以上传你的接种证明，然后拿到一个绿码。Thank you. You have a good one. Okay. 扫了一下那个绿码，然后扫了一下 ID 就过啦。轻轻松松过来，就感觉还挺随意的呢。加油！这是我们下飞机，就吃一个午餐。波多黎各的 avocado 有这么大，比我手快大了，绿油油的感觉像 P 出来了一样。这颗龟背养的好好呀，看着气生根。年纪大了，发现千万不能再坐红眼航班了。我们到了之后睡了好几个小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才出门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现在在楼道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在戴口罩，真的是忘记掉了。那哪个是正面，哪个是反面？这位小姐又不知道正反面了。我们到老城啦，我们刚把车停好啦，那边就是海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的地方。在吃饭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老城。我们到这家餐馆啦。太大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吃饭。现在在点菜，好饿啊！已经快等了一个小时了，饭还没有上来。呛到耳朵好痛啊！干什么？我们没有点餐，就这些了，是吧？嗯。
来喝续命神器，我已经不行了。那我 Chemex 的 Clover 了。刚吃完一顿风景非常好但是食物一言难尽的午饭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买一杯咖啡，有点困，希望喝完就可以有精神。Hello 大家，今天在欧三焕的 Castle San Philip de Moro，这是一个有600年历史的一个城堡，我来绕一圈。好多人在放风筝，哎，好喝。在那边，然后边上就是大海，超级赞。城堡大。没想到城堡是开了，我们现在买了门票进来，每个人就18。各位同学在调试增强垫。地方人还挺少的，它有好多好多层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风景，然后都是这种台阶可以多走一走。猜猜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他们的厨房，这里应该也是烧火的。再从城堡出来了，我们去老城逛一逛。不，我们先喝咖啡。好多猫猫呀，他们在挠痒。哇，这里好多流浪猫。好多猫，好不好？这个角落特别漂亮，我们刚刚在这里拍了好多，自拍了好多情侣照，到时候放在那个空空的左下角。哇哦！这个地方，这边还有一家冰淇淋店。哇，这个地方，突然间就下雨了，倾盆大雨。然后我们现在只能在这里躲躲雨，蛮神奇的这里的天气。大家现在都在这里躲雨，这个小姐姐都穿得可艳丽了，五颜六色的。这边有写说，如果你不想再加糖的话，就可以跟他说，是多喝了会有点甜甜。
人带我来吃奥巴马总理吃过的东西，总统吃过的东西，那我来尝一下。好吃吗？是不是有点咸？我只能说奥巴马总统口味有点重。